It's our lucky day, V. Let's go find a game of cards. These Glyphod roots, they're everywhere. Well, we are underground. Then I guess we have some clearing up to do. And me without my gardening shears. 为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装叉。 你说你上一关最后要是不装叉赶紧溜的话也不会掉到地下来，让鬼子分序列，此路他们开，此树他们栽，要打此路过，先收买路财，几个小镰刀而已，很好解决。这次我还剩了不少魔力上限，所以基本可以随时叫梦魇出来溜达着玩了。即便全是杂怪，现在也一样。嘿，那个熊孩子还挡我了。 不过这种情况还是挺浪费的，因为他刚出来甚至还可能没攻击一下，敌人就死光了。不过无所谓，这叫魔力多呢。耶哈！我发现了这个新天地，S评价空中嘲讽动作会和平时不一样。 Can't move forward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these. 其他高评价嘲讽看了好多遍了，最近迷上了这个，破坏掉了这个塞满了阴乎乎的下水道的巨根，可以过去了。 爆炸起来的 boss 就在头顶，眼看着他一个头已经快破毛入了，抓紧把树根打了。已经进了，虽然可以打过去，但何必浪费这个时间呢？这树根马上消失了，抓紧溜。为本体很弱，不会二段跳，所以需要借助格里芬来实现。真的，你先把血给老子换了，说不定就能二段跳了。虽然我的宠物不能直接杀死恶魔，但像这样地上有爆炸物的话，引爆可以直接把恶魔炸死。 另外，梦魇也挺特殊的，它射出的激光也可以把冰色敌人直接炸死。估计激光的爆炸和煤气罐的爆炸算同一种东西吧。BOSS 又把头插进来了，不愧是日本人的游戏，为什么让我说的这么不正常才算？把梦魇叫来溜达溜达，虽然就一个砍刀割了，也要给他顶级待遇。 最后还来两个小蝙蝠送人头，哥里芬蓄力直接搞定。本来这里按正常路线是要从右边绕一圈，但我懒得跑这么远。上期说过，地团某些特定场景需要召唤梦魇来破坏开启，比如这里。 这算是一条捷径了。虽然这里会有一群怪，但全是最低级、最弱的小怪，就是来给我送钱的。位的处决也是讲究时机的，可以认为算是一种完美处决。但处决完一个敌人后，如果时机把握的精准，可以立刻瞬移到下一个敌人面前处决，没有其他多余动作，会有一个特殊音效。 小怪杀完，还会来一个宝石结晶虫，新型微杀这玩意儿可以舔新的处决特写了。差两下插爆菊花。这里本来是要去最上面的隐藏关卡的，但对我来说只是个捷径。 从这里跳过去，沙发很多路。杀了这么多小弟，终于来了一只女王。说实话，挺强的，直接召唤梦魇和硬刚。
正当情况下，他的头换之后一直在梦魇身上，我只要在一旁读课文看着就可以，剩下的就交给我的小可爱们了。课文读完刚好濒死了，杀了主角，这次划开菊花。再来一次。I envy your optimism. 这里地形复杂，如果脑子好使的话，其实一开始就能靠钻缝过来，但这么时而不滑的事情，臂王们肯定做不出来。There must be an escape route. 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绕大半天才过来的操作。另外威的弱鸡之处，除了瘦弱不会二段跳这些，他还不会跑，准确说是他冲刺后不用滑板鞋并不是因为他可以 This way, I guess. 而是因为他不用的话会把自己累死。讲道理，冲刺起来的速度也不比一般人快，所以说体能差不多就是个死肥宅。聊天的时候已经炸死两个小镰刀了，就是一个小砍刀了，轻松搞定，毫无还手之力。因为没有被我击飞，所以一时没能进入狂暴的发体状态，只能挨打。然后来了一只女王，外加了这个小弟。小弟好办，基本靠格里芬的闪电就能肃清，小一屁股就好。剩下的交给梦魇了。如果不想只在一边看戏的话，可以骑到梦魇身上，控制他近战或者射爆。而且最好的一点，在他身上是无敌的，不会打会掉魔力，我就没必要上去了。哎，果然后面还漏了一个。最后的暴击环节，Optimism. 其实不光是维尼尔和但丁冲刺的时候也不怎么快，都是正常人的跑步速度，区别就是只有威需要滑板，其他两人体力无限。拿着个白魂豹魔力补满，不过也可以通过在商店升级魔力上限来补充。利用滑板的时候可以在有台阶的地方直接飞出去继续滑，这是很方便的地方。前面又可以叫 Nico 了，这次他会以什么方式来试图撞死他的顾客呢？好期待呀！Hey, I could use a hand. Ugh, you got it. Wait right there.车真的是他喵的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车头上写的米诺陶洛斯。对，这已经不是车了，我已经懒得吐槽你开的这是什么了，先够不稳。There's no such thing as too prepared. OK, 这样我们魔力值至少先升到目前最高级了。Malthus, of course, more trouble.Not sure about that one, though. Never seen it before. Not in the underworld, anyway! Search for the Devil's Sword, Sparta. You know where it is. He told me to leave it be. But I'm afraid it still concerns me. As long as there is a blood descendant of Sparta, I cannot take any chances. Do you understand?Find it and destroy it. 这他喵的居然有乳妖！ Only then will his reign be truly realized.
I know what you are. Don't worry. I'll be gentle. 先不说这个骑士，这被骑的肯定都能认出来吧？三代中的马车 boss， 只不过这匹不是赛车，而是赛人，拥有完全相同的能力。骑士开始回到房间中央，向我冲过来突刺。如果伤害打足，可以打断他攻击，可是我没有打到。侧闪可以轻易阻碍他的近战。虽然我魔力不少，但不要随便将梦魇出来。One thought fills immensely. It's not the time of poetry. Retreat.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Now let's go. 等骑士再到房间中央，就说明要释放远程电击了。这时候站着不动可以叫梦魇了，电击也可以靠侧闪轻易躲开。紧接着他把剑高举过头顶，插入地下，释放范围电击。只要离他有一段距离，就不用担心被击中。而且我巴不得他使用这种大硬直技能，给我梦魇更多的输出机会。boss 机动性很高，而且很皮，喜欢到处乱跑。一开始就叫梦魇的话，来了也发挥不了太大作用，因为动作很迟缓，很难命中他。不如用魔力让其中一只宠物自动攻击，我专心控制另一个，外加独克玩。当然也不要忘了这匹马的存在，就像我说的，它的能力和以前一样，就是控制时间的能力，可以发射让我减速的炮弹，只要出去这个范围就可以恢复，但我甚至懒得出去。顶多以我的视角看来，它的速度变快了，然后瞬移了而已。这次他在广场中央的蓄力是要释放全屏的减速大招，以最高火力外加召唤梦魇给他打断。刚才的时间已经让我积攒了足够多的魔力，他已经没有机会了。成功打到濒死，先装叉，然后再处决。Measured by the clock, but of wisdom, no clock can measure. Die. Hey! I'm fine. I must chase him. If the Devil Sword Sparta still exists, it may very well be our only hope.Think about this for a minute now. What will you do if you find it? You gotta be strong in mind and body to wield the Sparta, and you, sir, are not. Hate to break it to you, but the Sparta will just be too much for you. For me, yes. But what if the boy, Nero? Let's go. Once we are near the Sparta, even I should be able to sense its presence.